She's my believer, healing all my doubts. A lighted mirror, reflecting out every true potential. A bedrock belief, an elaborate plot to set this bird free. From every element of fate, every color that's attached, she paints pictures blue and green, and I release them to the sea. For the ancient memories, just as fleeting as a breeze, she paints pictures blue and green, and I release them to the sea. 我们现在正在新屋日站，然后我们正要去往台中。这次我们想要来点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在台中市区真正的玩过，所以我们这次决定着重在台中市区的部分，算是一个轻旅行的概念。没错。另一方面，其实我没有坐过台中的交通运输工具。他们还有这个节能的巴士哦。节能巴士，绿能巴士，对，有点是绿能巴士，电动巴士。好啦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台中轻旅行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去吃饭吧 ，Let's go。Every color that's attached, she paints pictures blue and green, and I release them to the sea. For the ancient memories, just as fleeting as a breeze, she paints pictures blue and green, and I release them to the sea. Yeah! 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餐了呀， 第一站也是我们的早餐啦，而且现在已经九点多了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来吃这一餐，而且重点是我们原本一开始有预定其他家的餐厅，但是刚好没开，而且我们找了很多台式的早餐，他们都刚好周一公休，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 Hold Your Coffee， 来看一下招牌 Hold Your Coffee， 然后是一个菱形的开口，是一个黑洞，看起来蛮文青的店，叫什么黑洞啊？黑洞。烤过的吐司还蛮脆的。哇塞，我们吃不完，那我们就直接外卖。自然家好媳妇，环保鼓掌。超级包，超级包，还打了一场传说对决，超级被好车。这家真的很好吃，出乎意料之外。算是这一趟旅程轻旅行美丽的意外啊，因为我没有想到早午餐可以这么好吃，应该是我近期真的吃过最好吃的。没错，而且男生不用怕，你一定吃得饱。就像曹一线点的就是国王的餐点，还好他手还不是空盘子。啊，你想吃素也有蛋奶素啦，可是它是蛋奶素。那立宪，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呢？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就大家都会去的公园眼科。啊，你眼睛不好吗？那就出发吧。对，看眼科了哟。其实我来台中这么多次，老实讲，我没有来买过一次冰淇淋，一次都没有。好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刚才已经点了一些口味，等一下就一一跟各位做介绍。但我不太确定公园眼科有名的口味是什么，但是我们就照着随心所欲的点，所以如果不好吃，我们还会照实讲。我这次点的是香草口味，还有草莓口味。
香草非常浓郁，草莓的偏酸一点点，但是你可以完全吃到草莓的。后面的时候真的非常的聪明，因为它让你去试吃他们家的东西。你知道永康街也很试吃啊，就是你加80块可以选两样，你只要是几球就可以加几个小点心，然后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在里面买。我觉得它超聪明的。他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来这边拍摄是要需要申请的。所以如果你平常要拍摄的话，就要打电话申请，或者去官网申请哦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太阳饼面找太阳。今天来实做哎，啊实做，我们要实际体验什么？太阳饼？我这辈子没有做过太阳，因为我们其实，在台北会去参加一些手作课程，然后做一些蛋糕啊、饼干什么的，就没有想过会做到太阳饼，要太难，感觉很难。好的，没有错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太阳的厨房。但是首先要做一件事情，知道是什么吗？洗手啊。对。去上厕所有点尿急。不是啦，是要欢迎老师出场。老师，我好好奇为什么它叫太阳饼。其实哈，早期它是一个麦芽饼，麦芽。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被日本殖民了50年嘛，那太阳饼是光复以后才发明的太阳饼。那圆圆的一个形状，以前的太阳饼吃过吗？中间有一点红红的，有看过饼哦。那看起来就像一个日本国旗一样，那被压榨了50年，对呀、我想把他的国旗给吃到肚子里面，有那种心态哦。是啊，它其实它太阳饼，它就是圆圆的一个形状啊，放在和果子的袋子上面，油油亮亮，感觉就像一个太阳一样，就叫它太阳饼来的。是，原来里面真的没有太阳。对，就像老婆饼里面也不会有。所以千万不要去老婆饼里面找老婆，不可能。对，应该有里面也没有摆婴儿啊。老师很会啊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姐姐要当网红，里面没有婴儿。姐姐要不要当网红？Where the oak trees grow, where the moonlight glows, but I wish that I was somewhere else. Where the sound of city lights keeps me company at night. She's got a sweet personality.Smiling from inside the window screen, and she's opening the door to me. Just wow, 我好了，突然觉得自己很喜欢。哇，我吃起来很像是芝麻饼，它的里面难吃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个东西真的。芝麻饼的味道。对，因为我刚才已经大泡尿啊，对，开心吗？跟我们在外面其实买到那种比较商业的太阳饼不太一样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传统的，所以味道会非常的简单，所以它一定要配红茶，不然味道实在太淡。或配咖啡也可以。中午我们再往下一个。娱乐园，你以为是个乐园？娱乐园怎么那么好？台中我这种乐园是个乐园吗？而且重点是还没有打过广告，所以我们会是第一批先进去的。就是观光票，是不是？娱乐园，我们这样有乐园，是不是？娱乐的地方哦，感谢我。你很用力耶，是不是有鬼？好累啊，到底到了没啊？快到了啦，只要一直开，娱乐园马上就要到了。在哪里？我是知道乐园本来就是有上坡是应该啦，乐园本来就很大，但是我现在连个摩天轮都没看到。我马上要到达了我们的环境教育设施场所啦。啊？这个脚本上面没有这样行程啊？不是乐园吗？对啊。是
娱乐园，对不对？是厨余的乐园。今天主要是要带大家来体验一下怎么分类厨余。哦，你们会分类厨余吗？我其实国小的时候都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三三什么的分，就是分三类。现在好像分的很分三类，分三类，还有那个唱那个有啊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凯凯，你去找，一定有这首歌《分三类》。对不起，我们不同年代。进来进来进来都不少，混三类，混三类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是有请老师要带我们体验怎么分类厨余啦。那请问可以一起回收你吗？好，我不可回收。哦，你也知道，不可回收等于是什么？一般的，就是把它烧掉。不要再说废话，烧掉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娱乐园，但是因为我对于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陈老师出场啦。我们来，欢迎大家来我们娱乐园。那今天很高兴哦，我要继续讲话吗？老师继续讲。对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来到娱乐园，那我们有请我们的陈老师进场。老师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台中娱乐园。那么今天跟各位来介绍，台中市从今年开始，之前就开始了哈，有把这个厨余纳入回收的项目。那我们厨余有分生厨余、熟厨余以及不回收的一般垃圾三种。那我们目前的生厨余呢、熟厨余尽量不要浪费哦。那再来我们的回收的项目呢，收厨余的项目呢，就是分蔬菜蔬果类的哈，没有吃完的哈，都把它留下来当食物这个厨余。再来就是我们的肉食，然后再来忘记了嘞。没关系，我今日今日读几波，读到未记。老师你太可爱了，我们换一个比较会主持的来。好的，接下来来到我们的娱乐园了。虽然曹立宪就是没有告诉我们这样的行程，不过没有关系。我们今天因为其实娱乐园它是属于一个食物回收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的陈老师。来到我们的娱乐园了哈，杜外明老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关于厨余这一块有分哪几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厨余有分三类，然后第一种就是生厨余、熟厨余，还有不可回收的一般垃圾有三种。那所谓的熟厨余是包括哪一些呢？熟厨余就是我们可以食用的吃剩下的食物哦，熟厨余，比如说我们的菜，煮过的菜，煮过的肉，还有面包、鱼，这些都是属于熟厨余。那请问老师，那骨头算吗？骨头如果是大骨头的话，算是不回收的哦，不可回收的。对，是一般。啊，小骨头呢？小骨头如果它有经过破碎的话，它可以当生厨余用。那我想问一下，那关于生厨余这一块还包含哪一些？就是我们未烹饪过的，还是腐坏的这些菜啊、菜叶啦、菜渣、根茎，这些都可以算是生厨余。那还有一个是不可回收。不可回收的，比如是我们的虾壳虾壳、蟹壳，还有这个大的那个榴莲。榴莲对，那个都不可以做回收，所以我们把它当成一般垃圾。所以厨余竟然分了这么多，这么细的分法。是，不然我们现在来做个实际的体验吧。做出来。对，一个分类的体验。分类的体验。对对对。接受挑战吗？熟食跟生食，但是现在又多了一桶，是什么意思？而且
一个叫堆肥，一个叫不可回收，我是懂的啊。这个养猪是什么意思？老师是厂养猪厨余就是熟厨余哦，熟厨余是养猪厨余啊，这个堆肥的嘞，堆肥就是生厨余哦。我猜骨头绝对是不可回收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猪如果吃到，感觉会给到卡到喉咙。嗯啊，因为其实骨头喂狗也不太好哦，对，所以其实你想猪吃就更痛苦了。是，原来如此，那它就是不可回收啦。是啊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换我，那你，那蛋壳好了，应该是堆肥吧，因为我阿妈都会把蛋壳拿到盆栽去放，哎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堆肥的吧，不可以回收，我们要放到一般回收，一般垃圾，一般垃圾，所以壳竟然是一般垃圾。当厨余回收的话，生厨余回收它要经过打碎。哦，可恶，猜错了，换你。我猜面包应该是熟的吧，会有可能，我觉得它可以给，可以啊，哇，答对了，猪当人养，猪哇，所以我们吃什么猪就吃什么，这看起来好吃，有吗？没关系，我觉得蔬菜这个应该是生的，这个我好像看起来像水烫过，所以我不知道生还是熟，还是吃吧。哦，哇，这个这个有蚕宝宝活在上面了。是会生厨余哦，所以它是生厨余。对，骨皮，猪的牙齿咬得动吗？所以骨皮应该是生厨余吧？拿对了，好厉害哦！我的嘎仔，饼干，饼干，饼干看起来很好咬，我觉得它一定可以回收，我觉得它一定是给猪吃的。对，啊，终于对一题。哎，那老师，那我觉得这样分厨余其实是蛮好的，只是我有点好奇，因为。这样子分，我们平常都是有没有倒在同一个蓝色的桶，一个桶子里之后再倒到蓝色桶子里，因为大部分家里的那些垃圾车都是一个大的厨余桶，对啊，所以我们都是直接倒了之后，然后再送到游乐园去做分类吗？欸，没有，我们的家里分类的就是熟厨余，嗯，交给清洁车，对，它有一个桶子让我们直接倒。那生厨余呢，我们打包交给清洁队，他来帮我们分类，对。我比较建议大家，就是生的跟熟的还是要重新分开，要分开，然后直接给。那你生厨余可能比较少，你可以放两天到三天再丢，因为它可能也其实不太容易臭。而你煮过的东西或烹饪过的东西，其实容易酸，容易臭掉。你可以一开始就先倒到蓝色那个桶子，直接给清洁队倒下去就对了。对，做好分类。做好分类，熟厨余跟生厨余要分类。没错。再度谢谢陈老师。谢谢。那我们今天有准备礼物。老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台中有名的这个麻芋，麻芋，哎，它夏天是一个盛品哦。哎，这是我们台中的盛品哦。其实很像海带汤。海带汤。立宪试试看啊。两年没龙。立宪在打灯啦。立宪，我帮你拿灯啊，别客气了。一口就好，一小口。赞。身为台中人的我觉得，其实麻芋汤真的是见仁见智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欢迎下次再来。要记得做环保，记得做环保。大家看在老师这么可爱的份上，一定要环保爱地球哦。要，我们终于算是离开了娱乐园，我们在娱乐园真的是太震撼了。震撼到不行，而我们现在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点，那就是义中街。麻辣鱼蛋，义中街的有够辣。使用到我们，因为我们中午的那个已经吃完了，刚刚在娱乐园就吃完了，所以接下来很饿，是不是？我们刚刚很饿，来，我们是个皮革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又拿来洗一洗，之后又装了新的。
这是我的，这是阿辉的，我们一起使用环保的杯杯。悲剧哦，悲剧哦，悲剧哦，环保悲剧哦，一个悲剧的开始哦，悲剧哦。好喝，我觉得春娘茶是算是后期还蛮好喝的一家饮料店，而且我不懂你什么意思，他一直在我旁边这样啊，你很没礼貌。他是不是想说收收收收收，你这个人收收。抱歉，这样子，他搞成这样行为。我只能说料子超级多，有肉有。有肉，然后有虾，有鱿鱼，有菜，好吃。重点是它的虾是剥好壳的，对呀、啊，很方便。吃了，先吃一口面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看起来很好吃。哇，你看起来好像很怕面跑走了。哇，这个面跑了，撞干灰哦。感觉很好吃哎。不错。我跟你讲，来夜市就要吃这种刷锤的。我跟你说，超好吃，没开玩笑，真的很好吃。因为它有烤的那个味道，就是炒焦的那个焦味，然后是焦香，是很棒，超爽脆。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棒，今天真的很棒，今天的台中一日游非常的舒适。嗯，没有想到台中市区可以玩这么多东西，对啊，吃这么多好料。真的没想到，然后这次的台中的市区一日游轻旅行，我觉得非常棒。之余，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台中现在有购物节活动。没错，只要在7月10号到8月18号在台中购物，然后满500块，你上网登录发票就有机会抽中豪宅、汽车还有总统套房等大奖，很爽啊！快来玩，快来玩，快来玩！我跟你讲，除了登录发票之外，你在下方留言或是订阅安安辫子的频道，也有机会可以抽到2名小礼物哦。我跟你讲，立宪的礼物从来不会让你失望，没错，比惊喜包还惊喜，叫惊喜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周三、周六上面记得订阅安安辫子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Stay a while. I'll reach up to hold your sunlit face. Feels like a handful of silk now. I'm in your warm embrace.